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赵晨。今天是2020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五，是我们的传统节日端午节。端午节又称端阳节、五月节，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并且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目。在这里祝大家端午安康的同时，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赵晓 TV 新闻早报"，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和即时通客户端同步收看本栏目。好的，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那么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大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通化南部、白山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吉林东部、延边西部、通化北部部分地方有雷阵雨。今天省内各主要城市和地区的最高温度在18度到27度之间，最低温度为13度到17度。长春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6度。好的，了解完天气，我们来看新闻。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6月23号0时至24时，全国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例，本土病例9例，北京7例，河北2例，新增疑似病例4例，均为本土病例，均在北京。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常态化疫情防控有关情况。6月23日，全国新增本土确诊病例降至10例以下，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自此次北京发生聚集性疫情以来首次下降，但现有本土确诊病例和疑似报告病例仍持续增加，聚集性疫情和散发病例仍有报告。端午节假期将至，要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坚持做好个人防护。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全国监测机构达到4804家，从事核酸检测人员总数从1.39万人上升到了2.85万人，提高了104%，全国核酸检测的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的核酸检测能力从3月初的每天检测126万人份的能力，提高到了目前每天能够检测378万人份的能力，提高了200%。截至6月22日，全国医疗卫生机构进行核酸检测的累计的数据达到了9041万人份。6月15号，北京市市委监委通报了对丰台区有关人员在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防控中失职、失责问题初步调查和处理情况。通报后，北京市市委监委调查组继续深入调查，于昨天对北京市丰台区有关人员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失职、失责问题问责调查和处理情况进行通报。经查，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丰台区于今年年初专门成立区新发地专班，负责指导督促新发地批发市场落实防疫工作要求。丰台区花乡专门成立乡新发地专班，与区专班对接，负责做好新发地批发市场防疫工作。丰台区卫健委作为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区疾控中心开展辖区内环境消杀等防疫工作。调查发现，在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的情况下，相关责任人员未能做到毫不松懈地抓好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不到位，擅自放松工作标准，对责任范围内疫情防控工作检查指导不力，督促落实监测体温、佩戴口罩等措施不到位，未能按照标准对市场环境开展消杀工作，对发现的问题不纠正、不处理、不上报，存在落实四方责任不到位、执行四早要求不力的问题，工作严重失职失责，对新发地批发市场聚集性疫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经北京市纪委监委研究并报市委批准，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问责处理，
经丰台区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基于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区新发地专班负责人贾琦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基于丰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任曹聪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基于丰台区花乡副乡长、花乡地区办事处副主任、乡新发地专班负责人杨继军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北京市纪委监委将继续对疫情防控工作开展监督检查。记者从北京市了解到，昨天北京多个户外核酸采样工作舱开始使用。这里是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天坛采样点，那么在我身旁的这个看上去就像一个集装箱式的小房子，实际上它是一个户外的核酸采样的工作站。那么在这个采样工作站里边呢，工作人员可以进行包括咽拭子采样、包括样品登记整理等一系列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工作站内呢，我们的医务人员可以直接脱掉防护服，在这个空调房内就完成咽拭子采样的工作。就是在这种酷暑情况下啊，脱下他们的防护服，就是浑身全部都被汗水擦湿了。还有这个三五个工作者虚脱，然后晕倒的这个情况。这个工作站是我们医务工作者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的福音。这是一个压力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上面的数值显示的是正29帕的一个压力数值。什么意思呢？相当于在屋内整个通过新风系统已经让室内形成了一个正压的环境，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屋外的空气进来，那么以此来保障整个工作室内的一个空气环境的清洁度。最直观的感受，我们看这儿整个一个密闭的套袖是现在完全被气体冲起来了。现在我们也是在和医务人员一直在保持这个沟通，针对这个细节呢，进一步的去优化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工艺流程。同时，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这个采样点也用上了户外核酸采样的设备，防疫检测移动舱，可移动的功能让它运输起来更加便捷，可以快速到达指定区域，并开展采样工作。里边呢也配备了这个空调啊、新风系统啊这些配置，配备了一些紫外线消杀的功能，包括一些这个特殊的技术，我们可以做那个内部的空气的整个的一个循环，对这个新冠病毒啊有一些这个有效的防治的一些作用。为了提升北京的核酸检测能力，23号首个气模板火眼核酸检测实验室投入使用。这个可以移动的充气式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可以满足每天30000人的核酸检测需求。名为火眼的这座可移动充气式核酸检测实验室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的大兴体育中心内，共有9个白色拱形气模舱，3个为一组，可以提供从样本接收、试剂调配、核酸提取再到最终检测的全套核酸筛查确诊解决方案。这个实验室最大的特点就是模块化，整座实验室是被拆分成模块，装进货运箱内，运输成本低，通过普通客机的货舱就能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运输，并可在指定的区域内进行快速安装，适应场地的能力极强。同时，新风系统和高效的过滤系统可以对每个功能区的进出风进行过滤管理，确保各个功能空间相互独立，保障实验室内外环境的洁净度。22号，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在线》发表重要成果，中国工程院陈薇院士团队在新冠病毒抗体研究中又取得了一项世界级科研成果。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研发有效的疫苗和抗体是各国科学家面临的重大挑战。疫苗用于健康人群预防，中和抗体用于患者的特效治疗，二者结合才能做到有防有治。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陈薇院士第一时间奔赴武汉，带领团队围绕病原传播变异、快速检测技术、疫苗抗体研制等开展应急科研攻关，取得了系列重要科研成果。综合抗体就是病毒等侵入机体后产生的具有保护作用的一类生物大分子。目前，全世界各个科研团队针对新冠病毒的药物设计和机理研究都聚焦在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也就是那个毒刺的受体结合域，而我们是另辟蹊径，获得的高效综合单克隆抗体针对的是毒刺的 N 端结合域。
发现了 N 端结核域是新冠病毒的脆弱表位，这为新冠特效药的研制提供了有效靶标，也为新冠病毒的作用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科学路径。陈薇院士团队与西湖大学周强团队合作，使用冷冻电镜技术高精度解析了抗体与刺突蛋白的相互作用界面，为阐明其抗病毒机制提供了关键信息。该抗体单独使用时能发挥高水平的病毒中和作用，也可与针对受体结核域的抗体联用，作为高效的鸡尾酒疗法。这为新冠肺炎的治疗提供了强效候选药物，也为靶向刺突蛋白 N 端结构域的药物和表位疫苗设计、新冠病毒作用机制研究提供了崭新思路。我们来关注北斗三号收官之星的最新动态。昨天凌晨1:53，在西安卫星监控中心科技人员的精准测量和控制下，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完成了首次变轨。目前卫星飞行状态平稳，各项指标参数正常。对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而言，发射升空只是它开始太空生活的第一步。如何准确进入预定工作轨道，从而更好地为用户提供服务，同样十分重要。为此，作为北斗导航卫星的测控管理单位，从发射场接过接力棒之后，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便积极调配测控资源，实时监视卫星状态，并对卫星实施了轨道测量和控制等工作。凌晨0:49，科技人员通过三亚测控站将卫星注入了变轨调姿指令。从目前各项数据来看，卫星工况正常，运行平稳。后续呢，我们将继续做好卫星早期轨道段的测控工作。作为北斗全球系统建设的收官之星，这颗卫星的顺利入轨并组网运行，构成了一个完备的网络。自此，北斗全球导航系统就从组网发射阶段进入了稳定运行阶段，可以按照预定的设计指标为全球用户提供高质量导航服务。从上世纪80年代提出设想，到1994年北斗一号建设正式启动，几代北斗人经过30多年的实践探索，走过了北斗系统建设三步走的发展历程。这每一步，科技工作者们都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北斗就像他们的孩子一样慢慢长大，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个孩子在长大过程中都经历了些什公主岭市划归长春市代管的消息备受关注。目前，长春公主岭同城化相关工作正在不断推进。那么，接下来在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方面将会有哪些变化？一起来了解一下。记者在长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了解到，公主岭市纳入长春市代管，将使长春市全域面积达24735平方公里，
人口达850万，经济总量超6000亿，进而辐射带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的城市发展。我们规划在城市西南部新规划了区域的一个城市副中心，将布局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相关的公共服务设施，为整个区域的未来发展打造一个公共服务的一个新中心。根据规划显示，除了连通长春、公主岭两地的公路外，轨道交通也是城市规划部门考虑的重点。腾飞大路、富民大街等城市主要道路要与公主岭市全面连通，那么轨道交通5号线、7号线，这也要延伸到公主岭区域范围之内。那么未来公主岭市区也将通过轨道交通快线与长春市市区快速连接。同时在市政基础设施方面，将协调排水、供热、电力、燃气等重大市政基础设施的规划布局，根据区域建设发展的实际需求，合理安排建设时序。现场记者还了解到，规划中城市西南部毗邻汽开区，未来也将成为长春市产业空间的重要布局之处。这个区域我们也想以重点发展产业为主，那么它相关的产业成熟了以后，相关的居住和配套设施都是为这个产业服务的，并不会形成一个新的以居住为主的一个区域。6月23号，民革吉林省委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读书会在长春启动。本次读书会将通过捐建中山书屋、中山图书角等，搭建内部读书宣讲交流平台，让全省民革党员多读书、读好书，通过读书交流不断提高政治素质、文化素养和参政履职水平。截至目前，全省民革党员之家已建设200多个图书室端点，后期规划还要继续增加读书室，力争达到每一个基层组织都有读书平台。随着复工复产进一步推进，我国主要城市的道路客运总量正持续回升。端午小长假来临，滴滴也发布公告称，从23号开始恢复部分城市的跨城顺风车业务。据了解，去年11月20号至今，滴滴出行在全国范围内已陆续恢复了300个城市的顺风车试运营业务。滴滴方面表示，据监测，目前选择顺风车出行的车主乘客数量较试运营初期增长数十倍。在城市之间的话，其实它还算是一个比较方便，而且是可以考虑而比较实用的一个功能。出差去一些高铁到达不是很方便的地方，就是顺风车它如果能到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是有一些女士她会比较担心，那如果你一键报警，包括你司机进驻各种的合规的话，我觉得大致上是没有问题的。尽量选择信用度高一点的用户，接单的要多的，就是接单量要多，然后它的基本信息要知道。专业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我国36个中心城市的道路总客运量较去年同期下降明显。5月份出租汽车客运量仅为去年同期的62.3%，在这期间，不少网约车平台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上半年受到疫情影响，整个交通出行行业呢都受到了一定的打击。当前部分地区呢疫情出现了反复，滴滴网约车做好常态化防疫之下的持续发展。本次大规模恢复顺风车跨城业务，滴滴平台提高了用户准入门槛，强化报警系统等功能，同时要求车主乘客每日出行前进行健康打卡，平台定时抽查口罩佩戴情况，一旦发现其中一方未戴口罩，另一方可无条件取消订单。接下来关注儿童安全。高温酷暑之下，在多地接连出现了儿童被锁车内的意外。在江西南昌，居然有心大的父母把1岁大的孩子反锁在车内，孩子热出一身汗，大家也惊出了一身汗。近日在江西南昌，午后1点多，王女士和丈夫驾车到南昌西站送朋友进站乘车，夫妻俩呢想着很快就回来了，于是呢把1岁的女儿独自留在已经熄火的车内。等他们返回以后，才发现车已经自动落锁，门打不开，车内的女童吓得大哭，夫妻俩赶紧报警。民警发现小女孩独自坐在副驾驶上，全身已经汗水湿透，呼吸略显困难。民警尝试与孩子的父母一起用力拍打窗户，呼喊孩子用车内的钥匙来开锁。不要了，我们看妈妈。把门摁到门关。宝宝，按一下，按一下，按那个，就按那个，按那个小块块。
此时烈日当空，车内温度迅速升高，民警一边让妈妈与孩子说话吸引注意力，一边指导孩子爸爸敲过车窗玻璃。打旁边这个地方，用那个锤砸玻璃吗？啊，这不一砸就砸碎了吧？啊，我现在把玻璃砸掉了。搞的，你们孩子吃啥了？我天，你们这干啥去？你看孩子吃啥了？我天。来钥匙给我，小姑小姑娘，来。幸好小女孩并无大碍。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开了。无独有偶，6月22号，广东广州两男孩无故走入私家车玩耍，因为操作失误关闭车门窒息死亡一事持续发酵。据悉，身故男孩家属表示，出事私家车车主有一定责任，他没有关车门，不然孩子也进不去。但是车主家属却不认同这一说法，称车当时停放在了自家庭院内，两个男孩是进了他家私自上车。我就说你们说嘛，你都来一点啊，你局势一两当中。据悉，事发车车锁已经出现故障有一个多月了。车主陈先生原本准备过段时间年审时一起检修，平时不用车呢，就放心的把车停在自家院子里面。根据警方通报，这起事故大概是两名男孩发现车门没锁，就擅自进入车里玩，在这个过程中无意间触碰车内中控门锁按钮，导致车门锁死。同样，近期全国儿童溺水事故多发，也需要引起各方的重视。6月21号，重庆市一小学8名学生在河滩处玩耍，期间有一名学生不慎落水，旁边的7名学生在施救过程中一并落水。5月22日下午4点，两个10来岁左右的男孩在上海市闵行区曹中村水塘边骑儿童自行车玩耍时，其中一个男孩不慎落水。周边居民发现后立即报警求助，水域救援专业队的消防员到场后使用水域救援伸缩杆确定孩子所在位置，两名消防蛙人潜水打捞，10多分钟后孩子的儿童自行车被找到，随后男孩也被打捞上岸，但是经现场医务人员确认，孩子已无生命体征。4月19日下午，河北保定市温仁镇数名中学生在王盘村村北水坑边上溪水玩耍时，其中一名14岁的男生不慎落水。闻讯赶来的村民们搜寻了近2个小时无果后，向消防员求助。由于水坑面积并不大，而且里面堆满杂物，消防员与村民一道用竹竿在事发水域搜寻落水学生。40多分钟后，落水学生被找到。消防员迅速将其打捞上岸，120医务人员经过数分钟的心肺复苏抢救无效，已无生命体征。5月16日下午3点半，河南省潢川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5名来龙中学的男生在来龙乡黄堰村小横河内游泳时失踪，消防员和蓝天救援队员在事发水域搜寻了2个多小时，仍然没有发现失踪的学生，而这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消防员决定派出多个搜救小组分段分区域进行搜寻，以尽快找到失踪学生。3个多小时后，在事发水域下游100米处找到第一名失踪学生，经岸边医务人员确定已无生命体征。随后又陆续发现4名失踪学生，遗憾的是这4个孩子已经均无生命体征。儿童的交通安全我们同样不能忽视。6月21号，在长白县金华乡，一名男童遭遇车祸，幸好民警赶到，一路疾驰，孩子被顺利地送到了医院，并脱离危险。已到达现场，这是现场周围环境。走走走，上车，慢点慢点。被这名男子抱上警车的是一名受伤男孩，而这名男子则是肇事者。民警发现男孩满脸血迹，头部受伤，昏迷不醒。见此情景，民警果断决定将其送往长白县医院进行救治。别动啊，孩子，没事没事。别动啊，没事。上医院，上医院。开启警灯，拉响警报，在与交警中队取得联系后，金华边境派出所的民警驾驶警车在乡村公路上一路疾驰，并闯了多个红灯。40公里的乡间小路，仅用了20分钟就把受伤男孩送至长白县医院。医生，因救治及时，目前男孩已脱离生命危险，该起交通事故也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近日，从广州开往青岛的 Z168 次列车上发生了一起盗窃案。嫌疑人不但乔装打扮了一番，还利用停车间隙在另外一辆列车上实施了盗窃。不过，这么多花样也没有逃过警方的慧眼。清晨5点左右，列车到站，旅客准备下车时，一名黑衣男子突然坐到靠近车门的座位上，不久又快速下车离开。几分钟后，乘警就接到旅客报警称自己的手机丢了，充着电被人摸了。对，康顺行没了。你最后的见他是什么时候？这时候车已经是在停在衡阳站上了，别的旅客已经开始下车了。啊，咱们的嫌疑人刚刚坐下，嫌疑人的动作呢正好被这个座椅给挡住了，我们无法看清他当时是怎么样盗窃的。锁定嫌疑人后，乘警在分析乘客身份的同时，逐一比对之前几站旅客进站的公共场所视频，在郴州站的视频中发现了一名可疑人员。嫌疑人买了票以后准备进站乘车，这时候我们看到呢，他穿的是一个浅色的一个上衣，并不是在车上穿的那个深色的上衣，但是他的鞋子呢没有变，黑色的帆布鞋和这个白色的袜子。嫌疑人呢是通过购票进站，但是不乘坐他购买的本次列车，而是呢在站台上乘坐一同发车的别的车次的这个列车，是为了逃避打击。很快，嫌疑人肖某被警方抓获，目前肖某已被采取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之中。随着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野生动物闯入人们日常生活的状况时有发生。但是面对这类野生动物，在没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之下，我们不能擅自处理，否则会被追责。前不久，四川攀枝花市仁和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就提醒我们不要随意伤害珍贵的野生动物。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8月，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攀大高速项目部工地的部分工人，因附近林区内的猕猴经常到工地生活区滋扰，便将出现在工区内的一只猕猴追赶至工区杂物间内。吴某、胡某等四名被告人手持铁铲等工具进入工区杂物间内，将这只猕猴围住，并将其打死。我们也是在那个不知法的情况下，去把那个猴子打死了。本院认为被告人吴庆忠被非法伤害国家重点保护二级野生动物猕猴一只，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1条第一款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非法伤害珍贵野生动物罪。最终，法院一审作出判决，分别判处被告人吴某、胡某、张某、王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3000元。同时，责令四名被告人在市级以上报刊公开赔礼道歉，共同赔偿生物价值10000元。动物是人类的好朋友，我们不仅不能随意伤害它们，还要对其加以保护，多多爱护。端午前夕，在云南野生动物园，大熊猫、长颈鹿、小浣熊等动物就吃上了各式各样香甜可口的特制粽子。端午前夕，云南野生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为大熊猫毛竹准备了双层水果冰蛋糕和冰粽子，毛竹拽着吃，抱着啃，捧着咬，胃口相当不错。我们还给他准备一些其他的小甜点，有南瓜，有西瓜，哈，有这样的一些食物，还有一个冰蛋糕。但是呢，毛竹今天他对这些食物就不屑一顾了，他一来就先是把所有的粽子给吃完了，然后才去看了一下其他的食物。毛竹吃的粽子是由工作人员把调制好的果汁、蜂蜜融在水里，加上苹果、杨梅等时令水果，经过2天的冷冻特制而成。和毛竹一样，生活在云南野生动物园的长颈鹿、小浣熊、环尾狐猴等动物们，也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吃上了各式各样香喷喷的特制粽子。长颈鹿吃的就是桑叶加胡萝卜的特制粽子，然后我们小浣熊吃的是苹果窝窝头的甜咸粽子，还有我们环尾狐猴吃的是花生插到了香蕉里的硬核粽子。工作人员介绍，端午节期间还将陆续给其他动物送上各式特制的粽子。
新闻早报，新闻贴心报，进入到生活服务资讯板块。今天上午九点，新一轮长春端午消费券发放活动将限时发放，发放总额为1000万元，消费券包共计25万份，大家可使用阿里巴巴、支付宝客户端参与抢券，每位在场人员可以参与抢券一次，每一份消费券包价值为40元，自获得之日起至6月30日有效。那么天气方面，据省气象台预计，今年端午小长假期间，全省气温稍低，降水偏少。具体来看，假期期间，全省最低温度在13度到16度之间，最高温度26度，比常年稍低，平均降水量不足5毫米，比常年偏少，主要分布在中东部。主要降水集中在这个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在通化南、白山南部和长白山保护区和延边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长春呢和这个辽源呢局部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地方呢以多云间晴天气为主，降水不明显。气象部门提醒，早晚温度较低，要及时增加衣物以防感冒，同时雷雨天气较多，日照不足，各地加强农田管理，适时追肥，预防病虫害。再来关注端午小长假期间的交通情况。记者昨天从长春火车站了解到，今年端午小长假，长春站预计发送旅客14.9万人，日均3.7万人。端午小长假客流主要以长白坞、长吉、长浑方向为主，为使旅客更加便利，全国普速铁路实施电子客票，实现一证通行。长春站在候车室普速场更换了35个门式检票闸机，检票平均速度已由每人3.8秒缩短至1.3秒。我们也是安排人员在进出站口进行了测温工作，进站最好是提前30分钟以上，因为现在为了大家的安全，尤其是疫情期间，我们可能采取那个蛇形的排列方式，就是时间可能有所延长。高速方面，目前长春市部分高速出入口因施工关闭，提醒大家如果有出游出行计划，应提前规划好路线，错峰出行。根据国家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实施方案规定呢，端午假期是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的。根据高德地图的大数据分析预测来看呢，6月24号的18点到19点，6月27号的14点到17点，高速公路呢将会迎来出城和返程的高峰。另外呢，受长春绕城高速公路西北环施工的影响呢，硅谷大街站、和平大街站、汽车厂站、青年路站的出入口呢全是关闭的。那像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长春南站、静月站还有长春东站的车流量呢会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一些。我们也提醒广大司乘朋友们，在出行前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错峰出行，及时避开拥堵的路段。今年端午小长假，长春市轨道交通方面也对行车间隔进行了调整，有出行需求的观众朋友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在节假日这期间呢，将这个车隔时间进行缩短，平日呢高峰是5分钟，我们目前呢也是将这个轨道交通的车隔呢调整成高峰模式，24号和27号，我们轨道交通123号线的行车间隔是5分钟，那4号线呢是5.5分钟。6月25号到26号，轨道交通12号线全天行车间隔6分钟，轨道交通3号线全天行车间隔5分钟。现场记者了解到，今年端午小长假轨道交通客流预计比往年有所下降。在节假日期间呢，我们也是采用4班2倒和3班2倒的一个运转方式，来保证这个24小时全天有人。那我们目前呢也是对乘客有所要求，希望他们可以主动出示这个吉祥码，然后呢主动配合我们车站进行测温，可以错峰出行。最近经常乘坐地铁、轻轨的长春市民可能会发现，部分站点的出入口投放了不少雨伞，而且这些雨伞都是免费提供给乘客使用的。随着雨季的到来，61把崭新的文明伞一次性登陆长春市轨道交通的10个热门站点，其中包含1号线人民广场站、市委市政府站，2号线解放大路站、文化广场站、东胜大街站，3号线职业学院站、卫星广场站、长春站，4号线吉林大路站、8号线北环城路站。我们
在借用的时候呢，不需要登记，也不需要他留取什么信息，使用的时限是48小时，供乘客自由借取的。走进站内可以看到雨伞设立在出入口旁显眼的位置，每个站点投放7把，供乘客拿取方便。据了解，伞上的6块伞面涂鸦是从58幅由12岁以下的小朋友绘画的作品中层层评比优选出来的。无偿使用的文明伞设立后，关乎诚信这一考题，考验着每一个出行的市民。可能是我从这个地铁上，我下车下次在坐地铁的时候还是从这口下来，我可能直接就归还了。我觉得现在咱们市民的这个文明素质都已经很高了，对于这种48小时归还内，每个人都应该能做到。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俄罗斯。莫斯科时间昨天上午10点，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城市举行了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的阅兵活动，其中莫斯科红场的阅兵最为盛大。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现场的盛况。那在阅兵式上有哪些武器装备最受关注呢？我们来先看一下大国重器，那就是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导弹系统和 S-400 凯旋远程防空系统，赶快来看一看。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弹道导弹系统，乌干达，这个是红场阅兵的常客了。他2006年服役，被认为是这个级别中最优秀的导弹系统 TOS-EA， 还有一个绰号叫做爆烤，俄语叫做 Zonkabin， 因为它爆炸效果呀像真空炮弹一样，一定范围内形成真空，这个敌人的这个内脏器官都会爆裂啊，听着有点吓人。爆烤这个自行火箭炮的一个改进的型号，它的这个同样有个绰号，有一些网络语言的特点，叫做小无聊啊，俄语叫做大缩小，脾气呢也是很火爆，但是呢它把履带换成了轮子，所以说它的机动性更好，跑得更快。现在是生产的是 S-350 和 S-400 反导系统啊，听着有点像奔驰车啊，但是这个的确是比奔驰车也更贵也更猛。 S-350 防空导弹系统，俄语的绰号是勇士啊，还有 S-400 的防空导弹系统，俄语的绰号叫做凯旋，号称是从高空打到低空，从远程打到中近。在昨天的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阅兵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再次亮相，展现了中国军人的风貌，也带去了中国人民的祝福和友谊。阅兵式现场，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昂首阔步，整齐划一走过红场，展现了大国仪仗的风采。По Красной площади проходит рота почетного караул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арми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Молдова. 应俄方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筹组105名军人，于6月13号乘空军专机飞抵莫斯科。这也是时隔5年，中国军人再次参加俄罗斯的胜利日阅兵活动。参加此次阅兵活动的队员平均身高1米86，平均年龄20岁。此前在6月17号，一段由俄罗斯网友拍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队员参加阅兵彩排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队员们步伐铿锵，高唱俄罗斯家喻户晓的名曲《喀秋莎》。
罗斯陆军总司令、阅兵总指挥萨柳科夫、莫斯科卫戍区司令谢列泽涅夫也对中国方队在场上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2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举行有关美国联邦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情况的听证会。面对有议员提出的美国系统性的种族主义与疫情死亡率有任何关联的问题，美国知名流行病学专家福奇指出，种族主义是导致更多非洲裔美国人死于新冠肺炎的一个因素。Well, I mean, obviously.The African American community has suffered from racism for a very, very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I cannot imagine that that has not contributed to the conditions that they find themselves in economically and otherwise. So the answer, Congressman, is yes. 福奇说，死于新冠病毒的非洲裔美国人比例超过其他族裔，这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多数非洲裔从事基础性工作，需要与公众面对面接触，增加了感染机会；二是由于种种原因，非洲裔患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性疾病的比例更高，一旦感染新冠病毒，病情更危险。福奇在听证会上还表示，美国部分地区近来出现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激增令人不安，他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之一是社区感染蔓延。福奇说，接下来的两周将是关键时刻。Right now, the next couple of weeks are going to be critical in our ability to address those surgings that we're seeing in Florida, in Texas, in Arizona, and in other states. They're not the only ones that are having a difficulty.近期美国多州疫情严峻，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多州当地时间2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再创新高。美国疾控中心主任23号说，疫情打败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23号公布的数据均显示，当地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均超过5000例，两周确诊病例总计已超过30万例。德州州长阿伯特当天呼吁民众，除非必要情况不要外出。佛罗里达州的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0万例，该州多个县颁布相关行政令，要求居民外出时必须佩戴口罩等面部防护装置。在亚利桑那州，重症监护床位使用率超过了80%。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23号，美国25个州新增病例在上升，加州、德州、佛罗里达州及亚利桑那州均在其中。对于当前形势，美国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23号在出席众院听证会时说，面对新冠病毒，美国失败了，病毒可能将使美国耗资7万亿美元。德国一家肉类食品加工厂发生了新冠肺炎聚集性感染，并且疫情持续发酵，当地政府23号宣布对这家工厂所在和相邻地区实施封城措施。居特斯洛县有30多万居民已经于上周关闭了学校和幼儿园。北威州州长拉舍特23号又宣布，开始在居特斯洛县重新实施严格管控措施，包括关闭电影院、健身房、酒吧，禁止2人以上非家庭成员在公共场合聚集。餐馆可以营业，但只允许同一家庭成员共用一桌。商店只有在符合卫生规定的前提下才可以继续开放等。不过，当地除个别住宅区被封闭外，并未彻底实施离境禁令。也就是说，如果居民获准离开居特斯洛县，这些防疫措施将不再对他们生效。拉舍特说，封城措施将持续至本月30号，主要是预防性措施。居特斯洛县将开展大规模检测，以判断此次聚集性感染是否波及肉类食品加工厂员工以外人群。据了解，目前有24例确诊病例与这家工厂没有关联。北威州政府23号还宣布，封城的范围将扩大至与居特斯洛县相邻的瓦伦多夫县，这两个县也就此成为德国5月初放宽防疫措施以来首批重启封锁措施的地区。目前，北威州已宣布对州内所有肉类加工企业的员工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已派出多名流行病学家前往居特斯洛县，数十名德国联邦国防军士兵也在当地支援检测等工作。
昨天是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炉，决定脱离欧盟四周年的日子。近期欧盟和英国双方均已确认，英国脱欧过渡期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且不再延长。而且目前距过渡期结束只剩大约半年了，留给英欧双方未来关系达成协议的时间越来越紧迫。本月15号，约翰逊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未来关系谈判举行视频会议，双方商定将在7月加紧谈判，为在2020年底之前完成和批准协议创造最有利条件。英国外交界确认，英欧的谈判情绪因此发生了微妙转变，双方重新燃起能够达成妥协的希望。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在积极的行动。首相约翰逊在本周与内阁高级大臣一起讨论制定最新计划，就可能做出妥协的领域、英国必须保留的权利以及如果背离欧盟标准将遭受关税打击的预期等等进行讨论，并希望这项计划能够打破僵局，给6月29号开始的同欧盟进行的一个月的强化谈判带来突破。有舆论分析认为，英国现在寄希望于下半年约翰逊同默克尔的直接谈判，因为从7月1号起，德国将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英国期待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外交技巧和实用主义精神，通过英国首相同欧盟国家领导人的直接谈判达成协议。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理工学院的科研人员近日表示，已研发出一款可以充电的口罩。连上电源后，口罩内的发热装置可让口罩表面温度升至70摄氏度左右，只需半小时，布面上的细菌病毒就会被高温消杀干净。研发人员表示，目前全球口罩需求旺盛，但常规口罩既不经济也不环保，理想的解决方案就是做出可循环利用的产品。预计该口罩的零售价在1美元左右。18号，韩国举行高考模拟测试，全国48万人参加，3000多名居家隔离人员同时在线应试。韩联社电视台表示，本次考试由韩国高考出题机构韩国教育课程评价院主办，参考人数比去年减少了5.7万人。专家表示，炎热条件下戴口罩可能影响考生正常发挥，但此次考试有助于学生掌握高考难易程度和出题方向，诊断自身实力，并规划今后考学计划。近日，在印度佩鲁姆巴乌奥尔一家银行内，46岁的比纳准备办理业务，柜台前的他突然想起自己的摩托车钥匙忘在外面，连忙转身向门口跑去。着急的比纳并没有发现门是关着的，径直撞了上去，导致玻璃被撞碎一地，比纳也倒在地上。随后他捂着肚子摇晃着站了起来，稍后人们把他送到医院抢救，遗憾的是他因伤势过重而死亡。再来关注天气，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血色蔷薇引爆善恶交锋，革命就是这么残酷，是我们内部有人走漏了消息。革命抗力书写命运传奇，希望成为和你一样的人。杨子姗、陈晓领衔主演，吉林卫视每晚7点半敬请收看《红蔷薇》。长春。节目就是这样，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赵 TV 新闻早报”，参与互动话题讨论，赢取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恋栏目的录制现场门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